巴纳威稻田是菲律宾的国家文化之宝，也是菲律宾最值得观赏的景色之一，被众多菲律宾人誉为世界第八大自然奇观。依附高山地区的梯田优美而独特，据说是数千年来人工巧妙打造的成果。2000多年来，这些稻田一直存在于依附高河北吕宋岛的山区之中。最初，这些梯田是为了解决在陡峭山坡上耕种稻米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，如今却成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。巴纳威梯田在不同月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色。4月、5月、10月和11月是稻田最翠绿的时候，也是最佳观赏时期。7月和8月是收割季节，稻田呈现出金黄色的光泽。11月和12月因为稻田被水覆盖，就像是镶在山坡的镜子。1月中旬至2月中旬是种植季节，这段时间里，稻田可能无法呈现出最美丽的景色。漫步在梯田之间成为游客流行的活动，但也可以选择野餐的方式遥望翡翠般的山坡。在巴纳威有大量的导游旅行可供选择。下期将介绍巧克力山丘。关注飞龙网更了解菲律宾。